离死不远的人，居然还能这么悠闲，真不容易。哼，你好像很爱说话呀。哼，是啊，跟你这种坏蛋说话的机会可不多。哼，我很喜欢你，我答应，会让你看到你们的人是怎么死的。哼，是吗？我倒是希望看到他们怎么杀死你。 你真是个孩子，他们杀不了我的。哼，你可真够狂的啊！你既然这么自信，为什么还要把我绑来？我看得出，你怕他。谁？燕双鹰，他是叫这个名字吧？我听你这么喊他。哼，他也杀不了我。哼，如果你真的有把握对付他，就不会用我做你的挡箭牌，你是个胆小鬼。
说对了吧？你说错了，你不是挡箭牌，而是一把刀，杀死燕双鹰的刀。我要在他眼前杀死你，那样他肯定会方寸大乱，我就会有机会杀死他了。多可惜呀、啊，这么年轻就要死了。我会看着你死。哦，下辈子吧。我会看着你死的。七爷，这燕双鹰肯定会随后跟来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很怕燕双鹰吗？我是的，他一定会来，而且不会是一个人来。要不咱们撤吧。撤？往哪儿撤？只要咱们离开这山寨，马上就会被共产党包围。就这几十号人，还不够他们塞牙缝呢。那咱们就在这儿等死啊？谁说我们等死？我要最后跟他较量较量，看看成败到底如何。七爷，能成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也得试一试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山寨里还有多少弟兄？一共还有35个人。这一次他们不会再从小路进来，有了燕双鹰，他们一定会从正面进攻。要想进入山寨，只有这个办法。找4个枪法好的弟兄埋伏在石壁两侧，只要他们一上来就开枪。是。山寨里面不要留任何人。您的意思是？哼，要出其不意。嗯。大家注意了，胜利回来。还是那句话，冷静是最关键的，永远要站在敌人背后。出发。政委。啊，团长，放心吧。好。
你是谁？行吧，我知道。连哭，这么晚了还没歇着呢。老丁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呀？刚才，一个伙计。你骗我是吧？骗我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瞧您说的，不信您自己去看呢。是他吧？这么晚了还没睡，有什么事吗？睡不着，下来看看。哦，来喝碗热的，暖暖身子啊。来，坐。老丁啊，你不相信我是吧？二当家啥？您这是从何说起呀？你在想老刀把子在哪儿？为什么一直不露面，对吗？是啊，我是觉着连姑这几日的做法好像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吧。那是谁的意思啊？算我多说啊，您别介意。您知道我跟老刀把子十几年了，我对他可以说是相当了解。他这个人虽说城府很深，老奸巨猾，可做什么事总是留有余地，不管是对自己人还是对关东山的各路山寨都一样。可是我觉得连姑这几次做的可是太绝了，不像是老刀把子干的事啊。把话说清楚些。对，比如说吧，咱们出卖了特派员和各路山寨，现在又收拾了黄五龙。您知道关东山的各路山寨虽然争斗不断，可都是血脉相连，互相依托呀。咱们这么一做，不说特派员放不过我们，其他的朋友们也不敢跟咱们合作了，咱们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吗？可这是老刀把子的主意，当时你也在场。是是，所以我觉得奇怪，这两年多只有连姑，没有任何人见到老刀把子呀。那当然，我到山寨虽然没见到他，可是我听过他说话的声音呢。我觉得好像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他是不是这两年变了？你的意思是我挟持他？别误会，别误会。老丁啊，你是个忠诚的人，我非常喜欢你。你对老刀把子的感情我也可以理解，但是胡思乱想对你是没什么好处的，明白吗？啊，明白明白。
如果有一天老道坝子不在了，你们会听我的指挥吗？我这条命可是他捡回来的呀。回答我的问题。不知道。也许在我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背叛你。我喜欢说实话的人。老道坝子要是听见你这么说，他也一定会很高兴。现在能让他相信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哎，那他现在还在山寨吗？现在你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识他了。为什么？他得了痨病。哦，这就是他不见你们的原因。他怎么会得了痨病呢？杜琪反叛以后，他一下子崩溃了，从此不再信任任何人。有一阵子，他想把山寨的老人全都杀掉，包括你。嗯。哎，这也难怪他，杜琪是他一手带大的。杜琪想杀他，也难怪老刀把子下此毒手啊。其实杜琪也没什么错。啊，他是发现老刀把子要杀他才不得已动手的。老刀把子早就不信任任何人了，他一直非常恐惧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害怕什么。从他发病以后，我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，因此山寨只有我例外。也正是这个简单的原因，他才只见我而不见别人。那他信任你吗？当然不，他只信任他自己。莲姑，我错怪你了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老丁啊，哎，你要知道，我对你说的每句话，都是老刀把子的意思。是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不要再替外人说话。今天上午的情形，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了。哎，那都是我的错，我老糊涂了。没关系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我不计较，也不会告诉老刀把子。哦，那就谢谢莲姑了。那特派员那儿我怎么交代？现在关东山就剩下我们了，他需要我们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要去休息了。你还嫩了点。沈七七，
怎么没有动静？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。现在怎么办？第二套方案。没有埋伏，有点怪，和上次一样。注意隐蔽观察，走走。没有人，山寨是空的。七爷，请坐。
七爷，您请喝茶。谢谢。听老丁说，你的人马已经安顿好了。我不明白，连姑为什么要帮我。我为什么不能帮你？你难道就不念旧怨？说心里话，我真希望看见你让燕双鹰给杀了，但是我爹已经死了，杀了你他也活不过来。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，最后还是决定要帮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可以帮我呀。我能帮你什么？我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人。谁？二龙山的寨主。你说什么？我想我的意思你已经听懂了。你是说让我做山寨的老大？莲姑，哼，你的话真叫我莫测高深了。老刀把子才是二龙山的老大，你也只不过是个二当家的。你是不是想说我只不过是个二当家的？凭什么这么跟你说话？一年前老刀把子就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还记得一年以前那个造反的杜琪吗？是的。很多人都不能理解，以老刀把子和杜琪之间的关系，杜琪怎么会突然背叛他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。其实这根本就是我从中挑拨。我告诉杜琪，老刀把子已经不再信任他了，想除掉他。而那时杜琪正有这种担心，于是起了反叛之心。他对你们挺不信任的，前两天他把我叫过去，问你为什么要把我安插在他身边。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我说杜当家是怕您闷得慌才让我过来伺候您的，没有别的目的啊。他又怎么说？他没说什么，只是冷笑了两声。我只是隐隐约约听老刀把子说了这么一句。说什么？他说把这些人留在身边早晚是祸害，不如尽早除掉。我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。还有谁呀？肯定是我和老丁这些跟他打天下的人。看来他要先下手了。向谁下手啊？肯定是我。本来我念在我们从前的情分，不想过早的动手，看来现在不行了。我要不杀他，他非杀了我不可。但是我心里明白，杜琪根本就是个成不了大事的人，跟着他我只能死路一条。当家的。哎，小莲子。哎，最近山寨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吗？要说新鲜事儿啊，倒是没有，就是弟兄们都以为你最近生病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说说看。今天早上我碰见了一个弟兄，他问我当家的是不是生病了，我说没有啊，当家的身体好着呢，硬朗着呢。后来我就问他听谁说的呀，他说昨天晚上杜当家的把山寨的头目都叫去了，说您生病了，以后山寨的事儿啊由他负责处理。啊，后来我告诉他没这回事，让他放心。
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怎么板起脸来了？这个多奇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当家的，我就顺嘴这么一说，你可千万别告诉杜当家的。小莲呢？哎，我想交给你个差事。啊，您说。帮我去打听一下山寨的情况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立刻向我报告。我利用老刀把子给我的这个机会，在山寨四处网罗亲戚，很快我就有了几十个人，而这时除掉杜琪的时机也渐渐来到了。哎，怎么样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就等着机会再动手，不过得秘密的进行。反正啊，杜当家的就这么说的。这事情就这样，他还说他当上了寨主啊，绝不会亏了我们弟兄们的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哎，记住，这件事情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。是。当家的。要说杜琪想架空我统领山寨，这我相信。可要说他想杀了我，他和老丁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，不至于这样吧。当家的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咱们不能凭弟兄们的一面之词就怀疑杜当家的，是吧？嗯，这样吧，这件事儿啊，你就交给我办吧。你？咱们用个苦肉计试探他一下，不就全明白了吗？苦肉计？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。老刀把子得了重病，整天卧床不起了。真的？这是个绝好的机会。好，我今晚就带人杀上山去。哎，不行，你带人上山去杀了老刀把子，必定会引起山寨的大乱。山寨里到处都是他的亲信，你杀了他也做不了寨主，反而会把自己陷进去。那你说我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明天晚上我在他的药丸里下点砒霜，等你来了以后，咱俩合伙把药给他灌进去。等他死了，你就假装是正好赶上他发病，然后召集山寨的头目们宣布老刀把子的死讯，由你接任寨主，这样不就顺理成章了吗？怎么样，一切都安排好了吗？您放心吧，一切依计而行。Ugh.
造反，被小莲处死。从今往后，山寨的二当家就由小莲担当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打那以后，我就等待机会除掉老刀把子。我发现他陷入了一种极度的恐惧之中，我也不明白他到底怕的是什么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从山寨到了他的住所。郭浦村王英的女儿王大莲，啊，没想到吧，你也会死在我的手里。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那些卫兵，打伤了老刀把子。后来呢？我杀老刀把子以后，悄悄召集了一些亲信，把所有的尸体都烧掉了，把门口清理干净，然后以老刀把子的名义发布了一条命令，自即日起老刀把子不再见任何人，山寨里的一切事务都由我来负责处理。你真是太年轻了，这样不行。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是啊，这条命令发出以后，引起了山寨大小头目的怀疑。他们几次试探我，都被我巧妙地遮掩过去。为了稳住局势，我把老刀把子的尸体放在床上，以备不测。果然有一天，我们要见老刀把子，不准进去，当家的有令，不准进去，不准进，不准进去。好嘞，大哥，我们要见大哥，不准进去，站住，站住，站住，哎，去！我们要见大哥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当然有事。有事就跟我说吧。哼，连姑是二当家，哼，这件事必须和老当家说。你们没有接到老当家的命令吧？他现在不见任何人。哼，恐怕这不是老当家的命令，而是连姑你的命令吧？放肆！你们真的要见老当家吗？是的。那好吧，进来吧。走走。大哥，您身体好点了吗？还没被你们气死。听莲姑说你们要火拼，是不是想学杜琪呀？大哥，小弟不敢。好了，你们已经见到我了，以后要听莲姑的话，不要再来烦我。你们去吧。是是是，走吧走吧，快走，快。你刚才不是说老刀把子已经死了吗？当然了，那声音是我学的。我一直在他身边伺候他，对他的语言习惯都非常熟悉。
情急之下张口就说出来了，没想到竟然和他本人的一模一样。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怀疑过我。连老刀把子那么精明的人都让你给骗了，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这和让我做债主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我现在已经掌握了山寨的实际控制权，但是老刀把子曾经有过的那种恐惧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。恐惧从何而来？预备，开机，开始。